它一个整体的啊，现在正在运作。这个呢，就是两个电机，带动这个两个传动轴嘛，两个传动轴。然后从这个地方来的颗粒料和那个粉末料，粉末料在中间这个硬的部分，颗粒料是在周边卷成这个像胶布一样的。中间是稍微厚一点的，表面细一点的。然后呢，现在看这个上面这个是送料口嘛，那个漏斗一样的，是送料的。然后通过这个电机啊，把那个料送到这里面，从这个挤，从这个小进去里面挤压出来，加热以后挤压出来，成像胶一样。把它拉出来以后呢，缠到这个传动轴上，因为它很热嘛，都是100多度高度嘛，应该是用水管把它冷却，这只是几个水管嘛，这水管可以调节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8个水龙头出来，直接浇到这个，出来这个胶上，这个胶就冷却了嘛，冷却以后呢。这个冷却以后，通过这个水槽，这边是冷水嘛，水槽就是管子，这个也是个漏斗，也是一个送料口，这个送颗粒料，那个是另外一个粉末料，等于双出的机器是两个料嘛。这个水槽呢，在这儿分开了，像一个裤子一样，分开以后呢，进入这个机器。